爱说、啊、你看我这个胸部太胀了太大了，真的真的，他每天我就说你这样有胖胸有胖肚子很好啊，不是，就说我不想要，你这样会没朋友。今天呢一样要来开箱一个很厉害的女神金币。我刚刚想说女神确定吗？哎、欸、对，我觉得好像有她有一点偏神经病，因为我觉得大家等一下一看到会那种立刻 哦，就是他了。我们今天就是要到他家里见证他这个神经病的个性，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私底下不为人知的一面。走吧，耶！这摩斯密码，对 ，surprise， 怎么样？吓到哎！为什么打开？来不及了，趁时间来我家干嘛？蹭饭，刚好还没有吃饭。刚刚我没有煮哎、欸。第一次来你家哎、欸欸。你第一次来吗？我第一次来、啊，你第一次来。我每天都说要来，然后每天都没有来。看，这是财位，财位、啊。而且我刚好看到它上面有八卦镜，它超没逻辑的，它在八卦镜里面放相机。奖杯旁边还有最上镜头奖杯，你看莫名其妙，真的超没逻辑。我很难得得奖哎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问，就是你这么认真的布置财位的部分，你就你有发财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哎、欸，我有发财，有吧？有哈，哎、欸，金鸡耶，花几丢？你要请金鸡啊？有啊，去指南宫的一定都要求一个金鸡回家，而且前面要摆米跟什么、啊、水，放水跟米給、啊、要喂养，本来是对，本来就是，所以这是你有算好。你要放在哪个位置？对啊，真没有，那没有随便放，凭感觉，跟你的奖杯还有八卦镜一样。对，就想说，哎、欸、呀，这边的地方好像刚好，哎、欸，空着刚好适合他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得了一个小结论，他很爱钱。他是啊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你们，你们不爱钱吗？哦，我们爱啊，对啊，也爱啊，没有你这么爱啊。而且你看，你旁边还摆一堆各国钱币。有一个说法是，你要家里到处都有看到红包跟钱，它有一个寓意，就是到处都有钱。那你有什么小偏方可以教观众吗？比如说你有很多那种铜板，十块、五块、一块都可以，就是比如说柜子里面就打开，然后就把它塞到那个角落里面。所以你里面真的有塞钱？真的有，几乎每个柜子都有，这样可以聚财。哎，又没钱拿，他家找钱。对啊，不可能冲着财位然后把钱拿走吧？你可能确定我有赚钱，我钱都被你要小心、欸，都被来住的人拿走了。那我要来，哎、欸，而且他常常都会带水晶啊，我有带水晶，对，對我这个我自己也有，你也有，因为它可以净化跟调频率磁场、啊，就跟你戴尾戒一样，为什么要戴尾戒放小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好短、啊。因为我去过云溪家的旧家，他家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有一个超级大的展示柜，是 for 他的娃娃们。他超不像喜欢娃娃的人，对，你超不像喜欢娃娃的人。没有，应该是说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超会夹娃娃机。然后我大部分这边的娃娃，大部分有一半以上，可能六七十成都是他捡的。所以这里没有半只是你珍藏。花钱？你说珍藏吗？对啊，因为你看他们，哎、欸，他们跟着你来，你没有断舍离他们没有啊，因为基本上他们会送我这些东西，我本来就是喜欢这些，比如说角落生物，对对，他超喜欢角落生物，可爱的东西。那我们来一个。世纪大考验，对，那有什么好考验、欸？我们先猜一下他最喜欢哪一只，因为总会有排名吧。最喜欢的，最喜欢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知道他最喜欢哪一只。我有点，都没有人看我手上这一只哦。你这一只一定是最喜欢的。哎、啊欸，那我们三二一一起指出来，他最喜欢的。来，三二一，你是指上面那个？对，穿衣服的大招牌。啊，你是指、那個、我指那个黑色火箭，黑色火箭，笑死，那次我也有啊！哎、欸，累积要用很多钱才换得到啊！那个我黑金火箭我也有啊！对啊，那个要很多钱才換，我才不相信你没有、欸。那个很多直播组都有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也有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所以那个要用很多钱来换到啊！你一定最喜欢啊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，你现在威胁我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每一只我都很喜欢，但是如果你硬要讲一只。我觉得特别有意义，你真的要我丢，我真的不会想丢的话是这一个，啊，这个他好意外哦，你不喜欢角落生物吗？欸、可以看一下吗？来，小狗你先下去拿下来。对啊，你不是喜欢角落生物吗？我很喜欢角落生物，但是这一只呢，基本上你根本用钱买不到。它是我出道那一年，我在那个啊 ，Avex 的 Avex 的演唱会表演、然后他们没有卖，然后这是艺人才能拿的。哇，我懂。对，好感动哦！所以一看到他，你就想起天庭来。
对，而且我第一次人生在演唱会中打大蒜针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们舞台后面都会有一个很像医护急救的场所，因为很多艺人可能会在演唱会前都不吃东西，血糖过低。对，大蒜针它其实是营养针，只是你一把那个针打进去之后，你必须会呼出那个大蒜的气。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。女团有在，所以女团可以允许这样散发大蒜味。因为我们在演唱会上面，我们离观众那么远，所以大家都很臭，所以他们在台上其实都打扫味。你看我，然后喘息在旁边，哥，好酷，有没有打扫味？对，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已经塞不下，所以你已经断舍离过一次了。断舍离过一次，然后也捐出去给就是一些基金会什么之类的。那这边的确都是其实蛮可爱的啦，对，蛮疗愈，蛮疗愈，色调也蛮一致的。对，但是你知道这有一个风水学的问题吗？又风水？对，但是这是不好的风水。嗯，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家里摆娃娃，就是你坐在沙发上摆娃娃，你背后会很多小人，因为很多人在看啊。那你还这样？对，我断舍离不了，而且他。在家里没有地方摆的，你看家家徒四壁。没事啊，他们不是人，他们都不是人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是角落生物，他们也没有开光。小福星，小福星，小福星，对，小福星，有他作证，他作证，他作证，对对对。来，让我来带你们看看我闺蜜的闺房。哦，我们是闺蜜吗？你不是第一次来吗？我们是闺蜜吧？我们是吗？假闺蜜。吃瓜，吃瓜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衣柜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太硬了吧？好，那你就看一下。看看，然后，哎呀，很干净哎，衣服很少。对啊，你知道我刚刚一开啊，我立刻退后，原因是我已经做好准备，它一开会这样砰掉下来。对，原来你是这样设定的。如果你想以为啊，你想体验吗？因为你很随性啊。不是，来我讲，我跟你讲，他答应了，他答应了，不是我。你而已，我说你想体验吗？我现在要把你塞进去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平常就是被那个制作单位，就是制作节目，就是训练，就是塞太多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我在休息室坐他旁边，他真的是会一直整理，然后如果很乱，他会很生气。所以我要说，他其实是很干净。OK， 我帮你洗刷这个印象。其实真的要洗刷，因为太多节目组来我家就说，你家可以塞那个什么过期的东西吗？你家可以塞那个什么东西吗？好，等一下要拍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那你这套先剪掉。好，本来他们都会说，你家里可以弄乱一点吗？可以先拍你家给我看吗？太干净了，没有效果。他说，可是我们现在来宾大部分都很干净，你可以用乱一点吗？所以我每次出去给观众看到，就是云溪家就是什么蟑螂瓦吉啦，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塞了这个东西。有今天洗刷了原始这个印象，真的是意外。衣柜对一个女生真的很重要，可以看出这个女生就是干不干净。那大家记得哦，它就是那个会掉出来的。西瓜，老爷不要，老爷。我比较喜欢抱枕，可以上下其手。你这个人太烦了，我有体温。我今天到底开了什么人，让什么妖魔鬼怪进来，好可怕！真的是疗愈我一下。你平常睡觉真的会跟他一起睡哦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平常睡觉真的是喜欢夹着东西睡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对，然后这个长度真的刚刚好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给人家包的抱枕。那个如果这是套完发情的时候可以加减用一下。不行，那是你妈，你看好，你看，加减用一下。你妈。你看，他喜欢这个，他喜欢，不行这样子。好了，你去啊。好了，你身后还有一个柜子。看我身后一个柜子，对，秘密，有秘密。你以为我们会放过你？对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第二支看完 ，surprise。是什么？蛮整齐的。你跟我一样我之前也曾经有过像他这样子，买了一堆袜子，然后都不穿。你看这都新的。我跟你说，好可爱哦。我这整袋都是新的袜子。好扯哦。我想说到袜子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。如果你上班没有梳袜或是转换，你就找云溪就对了。这我可以作证，因为我之前有订那个袜子，丝袜。我那边还有十几二十，我要用不到了，因为对啊，我今天要再来给你的，我要再来给你的，你来我家还不给我，怎么真的？你要送我不给他，还想要来我家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用我的，这啥啦？我在
纪念品，免洗裤，免洗袜，这是那个谁之前有人要来住我家的时候。哦，其实都很可爱，而且它材质超好的。这个可以送我一双吗？啊，我冬天没有那个保暖。我喜欢这个。啊，你不是听说你不是喜欢白色？哎，白色有另外一个。没有，我喜欢粉红色。没有白色的。Oh my god！ 这个我很多掉。Oh my god！ 这个我就是，它就是批发这个，它就是批发这个。Oh my god！ 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要订那么多？我每次丝袜一定就是100双跟200双，比较便宜吗？对，就可以省运费，然后我可以跟那个厂商凹。哦，他办法零售卖给你们哎、欸！你好像做生意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他竟然连女孩钱都要赚。不是不是，我买这个我不是也要花钱？这个还要上那个 BB 哎、欸，要 BB 啊！注意一下，不要本性。我看得见钱啦！哎、欸，我还帮女孩省钱哎、欸。对，因为其实他是原价卖啊。对，我是原价卖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哟、喔！你这都日本买对不对？对，一看就是日本的，因为我之前因为这个也是啊，这个日本超多。对啊，是日本。对，然后重点是买坏一双都不穿。哎、欸，我也是。我也是，我其实买超多这种袜子，神经病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我收集了一套迷之羽的，然后还有猫咪系列的一堆。对，我就觉得我总有一天会穿到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就这种心态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，而且我去买袜子，我会觉得说，哎、欸。那以后我可能会搭配什么什么，我会穿到，我又没有。我跟你讲、欸，我后来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后来要搬家的时候全部断舍离，原因是你看到这些你还是舍不得穿，所以你搬到新家你还是会放在那。然后我到时候就干脆好，那我就眼不见为净，好啦。哎、啊，我想要这双，不要，这双我这双可以换。哎、欸，这双很可爱。啊，你那双、欸、你那双还发灰？哎、欸，起毛球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调皮一百哈喽啊！这是我刚进你家踩的、欸，不可能啊！欸Hello， 我家有养小狗，不是养小鬼啊，养小狗。所以我每天都会在那边吸地板，你最好吃的东西。这个是我们球场穿的，他、欸、他可以穿一下。不要，我要这一双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这一双。有看过石原穿豹纹吗？大家想看我穿少女心的袜子？谁想要啊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没穿过豹纹的东西，我从来没。我从来没有看你狂野。我也没。不是，谁会在脚底狂野啦？我没有看过他本人长这样。欸、男生。有脚趾控吧，真的有。你说男生脱掉鞋子，然后发现你穿着豹纹的袜子，就兴奋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男生一定不懂我们为什么女生要穿隐形袜，要其实就长这样。对，而且隐形袜为什么还有豹纹，就看不到，我看不懂啊。走个台步快点，谁要穿豹纹袜子走台步啊？2024伸展台，太荒唐。而且连泡完都跑来看了，哇！哇！哇！豹纹袜，你真的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虽然你每次都爽约我，我就大方把这双豹纹袜送你，真是谢谢你哦，真不要。那我明年继续做好朋友吗？明年我们还要坐旁边吗？坐旁边的，因为我们休息室坐在旁边，坐旁边。那这个豹纹袜就是我们的友情证明，也是蛮多肉的，很薄的袜。来来来，你干嘛翻我衣柜啊？我来帮大家翻到了回忆的部分。你说你的回忆吗？你也是我的回忆。这个是女孩趴的，对吧？你看，专属for女孩，这个是球迷，球迷都买不到。这个很好看。还有这一件也是，而且这一件是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对，这好像听说那个谁颜色不一样，对，全部的他没经历过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这两件我们都没，我们两个都没经历过。而且以前都是拉米狗是只有都十号，对，都是十号，十号队员。对，因为我是转乐天的时候才加入，乐天第一年。你看，像这个就都已经有背号了。对。但他那是10号，超有意义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出一本那个进化史，就是好像有就有哎，出去的写真就是进化史，很酷哎、欸，不写真那个桌历，桌历啊、嗯，这很酷哎、欸，这很酷啊，都是 LM 时期，有没有回忆杀？回忆杀很棒的，对啊，然后还有这一套。欸短命的、欸，可是我很喜欢这一套，我也很喜欢。欸、你就是本 MV 出来的，很像那个女团偶像。哎、欸，这个超可怜的，拍 MV 穿过那么一次，然后好像女孩她有跳过一次，就没有了。超可爱的，好短命哦、喔，真的穿过很新。要不要换一下这个？让我们看一下。你说换这个吗？对啊，那我们看一下女团偶像。哎哎哎，好，去换，去换。Hello， 欢迎，欢迎。来干嘛？来，哎、欸，你也记得啊？你也有跳过啊？你有跳过啊？好，你我凭着我的身体记忆。好，5、6、7、8，来上最小天上，5 A O A O， 3 4 rise up， 最小天上。
可惜，好短命哦。超级耶，还是你家有穿上出去倒垃圾？对，对，有一个皮带，可以穿上出去买饭呢、啊。去买饭，倒垃圾也可以。你有毛病吗？欸、是不是变胖了最近？哦、我记得你是扣这个洞啊。欸、你最好记得，最好记得了。记得你是扣这个、啊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你看有折痕啊、欸。现在扣这个退两格了。我想办法把它扣回去。哎、哦欸，可是我要跟大家说，我再说一次，他每一天都在跟我说我变胖了。对，哎、欸，都没有人相信我变胖。然后你知道他怎样吗？他就说、啊，你看我这个胸部太胀了，太大了，跟着。真的，他每天我就说你这样有胖胸有胖肚子很好啊，不是就说我不想要，你这样会没朋友，不是，你这样会没朋友。对对对，我要解释，因为我们每次穿衣服都会把这个区跟这边遮起来，对，所以没有人相信我变胖。你确定要摸来，给你摸一下。这在干嘛呢？哎呦哎呦哎呦，有肉吗？是，可是他腿真的还是很细的。哎、欸，那你觉得谁最脏？你说整洁，因为我刚刚说它是干净的、啊、哦。我想想，我好像有一个人选，一二三，林黛啊，不是，没有默契，没有林黛也是，林黛也是啦，林黛也是啦，林黛桌上永远摆了很多奇怪的，他当过我邻居，对，他还把我球衣带回家，他偶尔带过别人的球衣，我跟你讲，对，他上次带慧妮的回家，哎、欸，他一天到晚拿别人球衣，他这个人都一点都不盯紧，他不会检查说哦，对，这是我，他只要看到。桌上以后就这样抓，我们都会想说，明明就有号码，你为什么要拿别人？对，然后他就是会拿错。重点是哦，你永远他都会有一个状态，你会很想塞爆他，就印象说，啊，这不是我的吗？哎、欸，怎么不是我的？每次都要给我演这一出，哎，我大问他，而且都不是我的，而且坐到旁边是那个桌子是没有界限，完全没有，而且他越追越过去，越追越过去，一直往那边，对，他的一直无限扩张，哎、欸，这实至名归。对啊，这就他了，我刚就是脑中就是第一个浮现。因为 Yuri 也是一个偏迷糊的 ，Yuri 也是，我刚刚有想想 Yuri， 对 ，Yuri 近期内我觉得他还好，原因是因为他都没有太少上班 ，OK， 他怪物很忙，他现在的桌子会被别人堆垃圾，对，然后他位置永远都没开过开封过的衣服，因为他没来上班，对，他的所有发的东西都没有开封过，对，他说哎，这件不在我家哎，啊，这个有没有在球上？我根本没穿过，啊，在球上吗？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我那天没有去上班，你觉得？你觉得很像？对，可以坐一起，因为你真的就是这样。以轩哦，以轩好像没什么，以轩好像，以轩其实蛮干净的。高一点说，哎、欸，他有一个笑声，你模仿一下，他笑声怎样？哇，他的笑声我不知道怎么模仿，很难学，很难学。哎、欸，怎么想的？不是，绝对不是，你每天打，你笑得太假掰了，你真的很难哎、欸，很难。可是他有一个，他特别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帮我们放回放，来回放。我真的觉得，如果在女孩秀里是里面装了 GoPro， 很好笑，可以出一季的实境秀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点击率很高，超好笑，太好笑我被滑下去了呢，以为自己奶变小了，不会啦。OK， 我们进入下